小庆祝百年校庆，市长谢国梁亲自参加之外，最大亮点就是台中市长卢秀燕也以杰出校友的身份回来母校参加百年校庆。他回想起小学第一次参加演讲比赛突然忘词，但老师没有放弃他，而是一路培训鼓励他，让他能够发挥潜力，内心相当感谢老师。所以呢，我后来有点演讲能力，有点台风，就是在安的国小栽培，才能够后来去当电视记者，去当主播，能够去竞选哈，现在当上台中市长，就是在安的国小的栽培。谢国梁与卢秀燕两位市长和所有贵宾一起切蛋糕，祝贺走过百年的安乐国小，也参观时光隧道的老照片。那现在看到很多老照片，大概就是我那个时代的，非常可爱。我记得安德国小以前的棒球队都很强，对，所以我刚才有特别提到哈。然后学校的五育语也很均衡，是一所好学校。那卓于英才无数，所以这个我毕业到现在几乎都没有回来过。所以因为我常常回来基隆，可是因为公务繁忙，我大概回来一下就事情办我就离开，所以好像没有回来过学校。所以今天回到学校，小时候的那个印象都跑出来了，所以很高兴今天回来，感觉非常的开心。尤其又有我们的杰出校友哈，我们的卢秀燕，秀燕姐，我们台中市长，她也是安乐国小的杰出校友，陪她回来这个回忆一下这个安乐国小的点点滴滴，觉得坐育了很多这个英才，因为今天有很多很棒的杰出校友，例如张炳煌、张大师等等，所以我们诚心的给学校百年的这个校庆的一个诚心的祝福，希望在萧校长的带领之下，学校以后越棒越好，做于更多的台中市长。这场安乐国小百年校庆的现场贵宾云集，包括多位基隆市议员，还有来自各界的杰出校友，有企业界、音乐界、艺术界和教育界，大家都抱着感恩的心回到母校参加校庆。今年的年初，我们的校长透过林志彦校长跟我讲说，要我来回来这个一百年校庆，然后也担任这一个杰出校友，一下子把我的思绪那么就拉回了六十几年前在这里读书的这样子的一个时光所以我在这里呢，我想也不敢多说，我只有一个感谢感恩。我带着家有喜事的心情，我感谢天今天给我这么好的日子，感谢地给我们这么好的学习环境，感谢慈云寺一百年的好邻居，观世音佛祖长期的庇佑，让我们今天的活动顺利圆满。长期协助校务发展的众多单位与慈云寺主委李林宝玉也亲自到场祝贺百年校庆。市长谢国梁也勉励安乐国小同学们，带着大家的关心与祝福，用功读书，迎向精彩的人生。记者黄日升、陈淑平，基隆报道。